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夜深了我还不想睡。师傅，你下车接着检查。又检查呀？都检查好几遍了，没事儿。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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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着呢。哎，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啊，谢谢飞哥。来来来，吃饭，来先吃饭，先吃饭。蟹黄包，来，那你起来吃饭吧，两个。快快快起来吃饭吧！快起来吃饭吧！顾叔叔，哦，快起来。好，这两个家伙的嘴可真够硬的。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好好吃顿饭，再睡个觉。队长，这红烧肉做的。红烧肉做的好有什么用？别忘了三个月破案。好，包在我们身上。海包子，快吃吧。蟹黄包，还要来一个。怎么样，好不好吃啊？不错，可以啊。再来一个。来，喝点水。怎么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没有，我走，我走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了，哇！我杀人了，这我走了。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开庭进行审理，现在开庭。被告人张军，男，安徽省歙县人；张云平，男，安徽歙县人。依法审查查明，2003年5月18日晚7时许，被告人张军、张云平驾驶解放牌260大货车从安徽歙县出发，前往上海送货，途中路遇被害人王梅搭车去东江。次日凌晨1时许，车行至距东江60公里处。被告人张军见被害人王梅姐夫并未来接，顿生邪念，将王梅拉至偏僻处强奸杀害。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张军，起诉书内容你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被告人张云平，起诉书的内容你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下面结束法庭调查，进行法庭辩论。我想问公诉人，公安机关是不是曾在王梅的指缝中提取到了
DNA 的检测样本，同时你们也在我的当事人身上提取到了 DNA 的检验样本。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把两份 DNA 的检测样本提交给法庭？沈班长，王梅生前在理发店是个学徒，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只要来了顾客，他负责洗头。受害者王平的尸体在被发现前就曾在水沟里浸泡了一夜，导致现场严重的破坏，所有的物证都已流失。这个我们在尸检报告中已经陈述得很清楚了，经过一夜的水流侵蚀，很有可能两位被告在王梅身上指甲缝里残留 DNA 已经被冲走了，那留下的就是王梅之前在发廊里某位顾客身上的 DNA 啊。我反对，如果怀疑王梅指缝中的 DNA 是在发廊洗头时所留下的，那就要查，踏破铁鞋也要查。辩护人，一个理发店每天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也要查。辩护人注意你的语言，要遵守法庭秩序。现在宣判，全体起立。被告人张军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云平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闭庭。同学们，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了，明天学院将停课，非典期间大家待在家里，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多读几本书。好，下课。哎，任教授你好。哎，你好，我是涉县的一名律师，我叫王一飞。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在代理一个案子，这是一个冤案，一审已经判了死刑，二审也上诉了，可是我能力有限，我想请您来代理这个案子。一审判决书中出具的26份证据全部是人证口供，没有一份物证，存在自证其罪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应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认定被告有罪。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口供可以作为证据，那也是漏洞百出。在张军的供述中，有一份口供的记录时间是下午5点到5点40，共40分钟，而这份口供足足有16页纸。试问公诉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在40分钟内书写16页纸，15000字？审判长，我对公诉人的证据提出质疑。审判长，我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法庭，请法警提取。请把这份证据交给律师查看。
请公诉人对这份证据作出说明。审判长，这份证据是证人袁芬芳于2003年8月5日所做的证词。袁芬芳说，张军走进监舍的那天晚上，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神情自若地告诉我，他强奸了一个搭车的姑娘，却一不小心掐死了她。公诉人认为，这份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告人张军、张云平的犯罪事实。现在宣判。全体起立。被告人张军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云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在闭庭。这是8万块彩礼钱，一分也不少。不要怪我，姐，姐，我。我跟你说啊，孩子都成型了，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来，跟我进。我也申诉。立案了没有？在哪儿立案？立案大厅。立案大厅在哪儿？一楼楼梯边上，那就是。我要申诉。材料。嗯。完了。完了，下一个。孩子呢？我把孩子打掉了。以后孩子出生了，他怎么见人？全体都有，放下工具，原地蹲下。
张云平，蹲下。哎呀，不就是开个大门吗？你放心，我不跑。我叫你蹲下。孟警官，你就是把那监狱的大门敞开让我跑，我也不跑。我背个强奸犯的名字，我出去没脸见人。我叫你蹲下，你我又不是罪犯，你干啥呢？啊，我不是罪犯，我又没犯罪，你不要干啥？不要动！别动！进去。我是驻监检察官张红旗。张云平，我有话询问你。你这样抗旨，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张云平，回答检察官的话。张云平，你在监狱拒绝改造，我们有权对你进行处理。管我的孟警官，你们管不管？说吧，你有什么事儿？我的信交给他手里，一封都没给我寄出去，全都不知道给我扔哪儿去了。信？什么信？申诉信。你凭什么说孟警官没有给你寄信？我每周都写三封信，贴五张邮票，弄得好好的交到他手里，可都这么长时间了，一封回信都没有，一点回音都没有。你说不是他弄丢了，弄哪儿去了？小柯，你先去办公室。好的。见。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啊。张云平寄的申诉信你都收到了吗？收到了。信呢？寄了。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你自己看，这都有登记的。张云平每周三封申诉信，雷打不动，每周一发。不光是张云平的，所有服刑人员的信件我都寄了。你说他回信了吗？回信。不过这事我也觉得奇怪。你说张云平寄出去的这些申诉信，那少说也有一麻袋，但一封回信也没有。小高，哎，师傅，调张云平的卷宗。喂，于仲科，我是高鹏，我们驻监检查所需要调阅四监区张云平的卷宗。哦，调阅时间，是半个月，一个月。啊，调阅时间为一个月。喂，是延吉监狱吗？张军，我们今天来是想对你的案子进行调查，希望你能够配合。把你的情况跟我们说说吧。是。这事就怨我说。我说不带人，不带人，他非得带。那会儿是非典，还有那个老板娘。你说他当什么好人啊？非得让那女的搭我们车，还有他那姐夫，那姐夫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人，就为了打个麻将。你说他要来接了，那女人能死吗？
我们也不会有这事儿了。那你为什么认罪呢？我认罪？我什么时候认罪了？你问我们监舍的所有人，谁要敢说我是强奸犯，我锤死他！喂，我是张玉发。谁？张红旗。很报告，我没犯罪，我报告。刘警官，你先去吧，我跟着谈谈。嗯，交给您了。好，进来。起来，坐下。坐在椅子上。说吧，你有什么冤？你不说你冤吗？有冤你就说。说了有啥用？张玉平，你的女儿张小妹今年12岁，在你们县二中念初一，对不对？你的母亲今年也80多岁了，身板一直挺硬朗。你的哥哥张云发一直在外面锲而不舍地为你伸冤，最近他把他的砖厂给卖了。如果你真的有冤，请你对我讲。那孟警官的事怎么办？孟警官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你每个星期3封信，他一封不少的都给寄走了。寄走了？那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这件事儿，我会继续为你查下去的。谈谈你的情况。是。2003年5月18号，我和我侄子张军，从我家涉县，顺着这条高速公路。我们会在这里小卖铺买一些烟呀酒呀的，时间长了就认识了老板。那是2003年非典期间，我是不愿意打人的，就这样拉上王梅到这里。他们本计划把大成人在这放下，但是由于大成人的姐夫没有来，所以他们绕道进城，把大成人在这儿放下了。随后他们又返回了高速公路，去了上海。但是在我们的卷宗里说，罪犯他们到这儿并没有把搭车人放下，他们其实是绕道进了辅路，到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之后，对搭车人进行了强奸、致死和抛尸。但是服刑人员现在对判决书立出的所有的证据全部予以否认。我们可以以石河的检察院的名义帮你向东江市方面提出申诉，你看可以吗？可以，可以。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虽然你有权利对你的冤屈提出申诉，但是在改判之前，你必须要遵守监规纪律，接受管教。你能做到吗？能。行，没问题，马上发给你。给我发公函。哎，好。都是往哪发的？东江。行。
我不减刑。不减刑？你最近表现不错，这可是一次机会啊。我不是犯人。你犯什么糊涂？这种话能随便说吗？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不是犯人，我不减刑。哦，对了，信的事儿，我错怪你了，给您道歉，对不起。孟警官，我以后会听你的话，我不认罪，但是我会好好干活的。带我回监舍吧。走吧。小陈，哥，把门开一下。好。减刑对我有啥用？就算监狱一下子把我的刑都减光了，我回去我也没脸见人啊。就算我脸皮厚，我妈呢？我女儿呢？我只有申诉。您不是说要帮我申诉吗？帮我申诉！2003年5月19号，在东州省东江市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一名全身裸露的女性尸体在刘四路被发现。东江市公安局迅速针对此案展开调查，经过专案组的多方努力，在零口供的情况下，最终把这个案子办成了无懈可击的铁案。而负责侦办此案的正是东江市公安局预审大队大队长李海兰。你好，李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你们怎么判定就是张云平叔侄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呢？如果不是他们做的案，他们不可能说的那么细，关键是不可能说的那么准，尤其是每个点都说的那么准。我们也请教了法医，法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解释：抛尸现场是一个水渠，被害人体内本来应该留下被强奸的物质，但是经过一夜的水冲，这个物质也很有可能被冲走了呀。我说，我们都知道这起案件现场非常的恶劣，你们侦破起来会不会有难度？能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案情？我都不是骗的。哎呀，回想起办案的努力，日日夜夜，心情还是很不平静。不是骗的。那三个月，大家吃在单位，睡在单位，没有休息过一天。也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同事，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张一平的案子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他这个案子，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现疑点越来越多。说个心里话吧，我觉得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这个案子啊，老张，不要受外界任何影响，按程序走，不要动摇。可是我们给中江方面发了许多封申诉材料，他们一直没有回复。那就走机要通道再发。小刘，哎，老张，又往东江发呀？对，领导说走机要通道。张玉平，张玉平，电视上都说我这案子成铁案了，翻不翻案，电视上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打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
申诉这条路是漫长的。你要是真觉得自己冤，你就要相信法律，跟我配合，坚持到底。你不老是说不翻案你就没脸出去见人吗？是不是你说的？那我就不出去见人了。东江没有回函，有了我就叫你了。小可知，我去了干什？小志，看，什么出头？怎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一三，站住！站住！站住！等一下，怎么要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兄弟，不要动！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一个案子要申请再审，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我得配合。你就这么跟我配合吗？自杀？我给你带了抓饭，来，先吃饭，张嘴。我妈死了，我妈也看了电视，她当天晚上就投河了，我还申什么诉啊？我申诉给谁申诉啊？接下来，请欣赏小号独奏《暗香》，掌声有请。孟警官，知道了，赶快去吧。是。我们想申请个复查，怎么就这么难呢？同志，无论如何，我请你们看看我们寄去材料里面的具体情况，好吗？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在检察机关也是干了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们说，这个案子很可能就是个冤案。我就敢这么说。什么？
你们东江从来没有出过冤案，那杨乃武小白菜不就是你们东江的吗？ 小高，别干了！哎，吴科长，快过来，过来！新发现，新发现！你们还记得河南的马兴案件吗？啊，是河南鹤壁那个一家六口的灭门案是吧？对，听说已经平反了。可你们知道为什么平的反吗？哎呀，这倒不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人做伪证，而做伪证的名叫阚芬芳。 咱们张云平的案子作证的也叫袁芬芳，会是同一个人吗？如果这两个人同一个人，那么他在张云平案中的证词也可能是伪证。你们看，河南的案子是这么说的：嫌疑犯马新的同监室友袁芬芳说，马新曾在监室中神态自若地对他描述了犯案经过。你们再看看。 张云平的案中你是这么说的：嫌疑犯张军的同监室友袁芬芳说，张军曾在监室中神态自若地向他描述了犯案经过。神态自若，师傅，这也太巧了，连措辞都是一样的。神态自若，咱们迅速形成一个协查函，报给检察长，给东江和河南各发一份。 师傅，河南回信了。东江的呢？东江没有。你仔细看了没有？检查好几遍了。怎么只有姓名和身份证号呢？ 同志，你好。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我是石河子检察院的，这是我的公函，我的工作证。我们有一个案子，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帮我们协查一下。好的。袁芬芳，全国女性有很多，男性就一个。
麻烦你帮我打一份好吗？ 他我认识。你确认吗？我确认。他是什么人？我在东江看守所的时候，他就是号长。我那认罪书就是他拿了一份让我抄的，我不抄他就打我，他说全建设的人都打我，还拿烟头烫我，你看，这都是他们烫的。你坐下说，我们对你所说的内容要做一个笔录。 你必须如实提供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得隐瞒或伪造，你明白吗？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哎，你看这瓦，都200多年了，一块都没坏。这下水啊，是我们前2年刚刚改造过的，下多大的雨都不怕。 这个凉拖凉秤都是雕花的，嗯，哎，这是4间厢房，那是间厨房，这是间偏房。哎，叔，啊，这河水没以前大了啊！哎，是是是。那时候我们在里面游泳、捉鱼、捉虾的，现在啊，鱼也没有了，虾也没有了。 你说，那窗户掉了，哎，安上，我都给你安上。这瓜藤就不要动了，我爸妈就喜欢这些。哎，不动不动，那个南瓜我也不摘了，都给你爸你妈留着啊。三儿，这20万啊，不是18万吗？哎，这说好的20万怎么变成18万了？哎，不行不行，得20万。我爸妈要不是让着回来住，我是不会买这房子的。他们说回来住。 给你的水，走吧走吧，别等了，别老在这儿，我们会被熏的。喝口水，走吧，听劝啊，别等了啊，听劝啊。 喂，我是张云发，我现在在北京呢，啊，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们村里人啊又给我找了个律师，是我们涉县的老乡。 你看上个月啊，我来北京找他，他答应20万帮我打这个官司。哎，你看我把房子卖了，拿着钱来找他，找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哎呀，就是找不见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那看门的也不让进。哎，求你帮个忙，帮我给他。 这样吧，张云发，你先别急，你给我点时间。哎。
好。喂，请问是张涵女士吗？你好，我是石河子检察院监所科的检察官张红旗。哎，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我读了你写的那篇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的这篇文章，我手上有一个案子，跟你们这个马鑫的案子非常非常相似，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帮你们这个案子代理的律师朱志勇先生，能不能把他的电话给我一下好吗？我是朱志勇。哦，你好，啊，袁芬芳，她怎么了？我马上要开庭了，咱们再联系吧。喂，喂，喂，哎，喂，哎，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刚才我一直在开庭。喂，朱律师。啊，你说。你那个马鑫案子里做伪证的袁芬芳，嗯，在我说的这个案子里，很有可能也做了伪证。嗯，那你凭什么就这么肯定呢？这两个证词的措辞完全一样。可是，这一切不能作为出庭的证据。是啊。我明白了，那这样吧，你能不能把这个案件的材料先发给我？喂，哎，是我。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哎，姑娘，我找朱律师。朱律师啊，他出差了。让我等他。他去郑州了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要不然这样，您把材料先留下，我登记一下，等他回来以后我再跟您联系。马鑫到。朱律师，你咋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样，生活的好吧？哎，中，都好嘞，有吃有喝嘞。多亏那李嘞。哎，朱律师，你坐，俺给你切个西瓜。哎，太脏，去屋里坐吧。好啊。哎呦，这都是你种的？哎，朱律师，嗯，你等会儿。朱律师，
没有话费。哎，吃，吃。王鑫啊，哎，当年你那个案子里头，有一个叫袁芬芳的人，你还能记得吗？还认得出他吗？华生回，俺也认得他。那你看看，这哪个是袁芬芳？就是他，他让俺在牢里待了8年零7个月。9号房间在哪？在楼上。哦。呵。张玉发。张云发，你是？你是张云发吗？啊，我是朱志勇。哎呦，朱律师，你看，快进，快进，快进。卷宗我都看过了，朱律师，我求你接了这个案子吧。你放心，钱不成问题，我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这个案子我接了，你人先回去，我会安排时间再联系你的。哎，好。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哦，对了，回去之后，跟之前的律师把所有的卷宗全要过来，给我寄过来，按照这个地址寄给我。回去之后，你先把房子赎回来吧，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朱律师，你看，这个火腿，是我本来是给另外一个律师的，现在我就送给你了。这火腿是我们自己家做的。行了，心意我领了，你留着自己吃吧。啊，哎，王律师，哎，老张。王律师，上次那事有点对不住啊，你看，把那鞋弄丢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他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一双。老张，你这是干嘛？王律师，哎，我想求你帮个忙啊。你说吧。你看，你能不能把一审、二审的卷宗资料给我一份？这是最后一页，那王律师啊，我就走了。哎，老张，王律师，你这干嘛？写钱。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你拿着。哎，要坚持。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哎。
您好，请问这是审监厅吗？是。哦。你好，我想查一个案子。什么案子？我是张云平，张军的委托代理人。你有委托书吗？这是我的委托书，这是我的职业证书。当事人姓名？张云平，张军。案由？强奸案。你这案子什么时候的？2003年5月18号。没有登记记录？没有登记记录？不可能啊，我的当事人已经申诉7年了，怎么会没有记录？没有就是没有，这电脑上显示的清清楚楚的，不信你自己来看。朱律师，你拿这个干嘛？啊？咱们是来申诉的，不是上访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几百公里，你来回跑什么呀？哎，这，朱律师，我得来。那我问你，这7年来，你都来干了些什么？送生死材料啊，一个星期我来一次，不管刮风下雨。朱律师，你看这个，我每次来送材料，他们就给我一张这个，从没断过。这只是证明他们收到你的申诉材料。你回去吧，以后别跑了。我得来。喂，有个事我想问一下。张云平在狱中这几年，你确定他每个月都寄申诉材料？何止每个月呀，每周，他是每个星期三封。你确定？当然确定啊。在监狱的狱警每次寄完信以后都做了记录，我都看过了。同时，我们检察院也以检察院的名义帮他在寄。我刚从东江法院出来，这个案子的申诉材料在东江法院从来就没有登记过。怎么会没记录呢？这7年张云发白跑了。
看完这份材料。我的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公安机关当时只调取了我的当事人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收费单，而没有调取出口处的收费单。根据出口处的收费单显示，在不足一个小时当中，我的当事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强奸、杀人、抛尸这一系列的事情，而且是开着一辆20吨重的大货车。出口交费单，那你可以申请提取啊。这个案件已经过去7年了，高速公路规定，调取出费单必须在3个月之内。光说是不行的，你是律师，你应该清楚。我就是质疑当时的公安机关为什么只调取我当事人的高速公路入口单，不调取出口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对你的当事人可以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你当事人无罪，但是必须要提供新的证据向法院递交。向来让你出庭作证，你愿意吗？俺愿意，不能让他再害旁人了。我还是要申请再审。有新证据吗？有，在这个案件中的证人，在另一起案件中做过伪证。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我对我的当事人案件中唯一的证人的证词提出质疑。那你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进行补证，由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提出补充侦查。你看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那个案子的王梅死的时候手就是这么绑的。昨天的东江新闻您看了吗？又死了一个女的，她的手也是这么绑的。那个杀人犯叫侯海峰，是个出租车司机。你看看，两种绑法一模一样，王梅肯定是他杀的。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侯海峰的 DNA 和王梅指甲缝里皮屑的 DNA 对比一致的话，那张云平叔侄就是无辜的。我把资料已经传给你了。嗯，过来了。我的当事人案件里，被害人指甲缝里残留的皮屑 DNA 指向了第3个人，所以我要申请跟服刑在押人员侯海峰的 DNA 进行比对。那把你案子中 DNA 检测报告复印件提供给我们，我们核对以后再另行通知你。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把侯海峰的 DNA 和王梅手指缝的 DNA 做一个比较，比一比就完了吗？难道这件事就这么难吗？
案子是你们判的，现在我们发现案子里面有新的疑点、新的情况，这不是你们职权范围的事情，我们就还要找别人吗？哎，老程，登记。你好。你好。你是后海国的代理律师杨勇吧？是我。你有什么事吗？我现在代理的案子跟寇海峰这个案子可能有点关联，我想找您了解点情况。这是我的律师证，这是委托书。你想了解些什么？麻烦你能不能把寇海峰案子的卷宗号、主审法官和公诉人的名字告诉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想知道这些干什么？我想去法院调一下寇海峰的案卷，看看这个案卷里头有没有寇海峰的 DNA。想跟其他的案子做一个对比。这是你要的东西。谢谢。哎，朱律师。嗯。侯海峰的案子已经向最高院核准死刑了。我是石河子检察院驻监检察官张红旗。我是石河子检察院驻监检察官高鹏。我们针对你在狱中长期申诉的情况，再给你做一次笔录。这份笔录将会永远地保留在你的卷宗里。你必须如实地提供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得隐瞒或伪造。你能保证吗？能。把你的案子从头到尾复述一遍。2003年5月18号，我和我的侄子张军儿从老家涉县出发，开着大货车去上海送货。可是第二天，我在非典检查站的时候就被抓了，他们非说我杀的王梅，我强奸了王梅，我什么都没干，我侄子什么都没干，我侄子过几天就要结婚了，人都请了，喜帖也发了。我老婆怀着7、8个月的身孕，大着肚子等着我回去呢。我好心扎了一个王梅这么一个女的，就变成强奸犯了呢。下个礼拜我就要退休了。我不是你的直系亲属，我退休以后也不再是检察官了，所以今后我们也见不着了。我们准备的材料已经很充分了，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坚持和等待。有时候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小周，到，把他带回去吧。张永平，起立。小周专。请步走。走。
谢谢谢谢。送战友踏征程，今天老张要退休，我们大家来欢送。退休后，老张去钓鱼，钓小鱼自己吃，钓到大鱼大家吃。哎呀，谢谢你们，亲爱的老张，来到水都传家去，我们再相聚。哎呀，你看你都下班了，我饭还没做呢。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事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回来我来做。没有，我来做。不是一起跳吗？你现在又不是检察官了，不就是平头老百姓吗？你已经退休了，老百姓平时锻炼锻炼身体，这样多好呀。你先跳，我看一会儿。问得好，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听说北京啊这两天变天了，天气转凉了，千万别把我大孙子冻病了。啊啊啊！两个案子的 DNA 竟然比中了，快过来看看。陈队，陈队，怎么了？我们在往 DNA 数据库里录入往年数据的时候，这两个案子竟然比中了。哪两个案子？就是张云平、张军强奸案受害人王梅指甲缝里残留皮屑的 DNA， 居然与侯海峰的 DNA 比中了。那张军、张云平案件的真凶有可能是侯海峰了。是啊。鉴定报告。张云发，经本院合议庭合议，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你的案子本院决定再审。现在，请你到书记员那儿签收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和相关材料。到这儿来签。Thank you.
张云发，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我有律师。法律援助律师是免费的。我对律师也不要钱。本院认为，第一、二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张军、张云平强奸并致被害人王梅死亡的证据，经查证不实，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纠正。检辩双方要求撤销原判，宣告张军、张云平无罪的意见成立，均予以采纳。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04年东刑一中字第18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东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及本院2006年东刑直字第953号刑事裁定。二、原审被告人张军无罪。三、原审被告人张云平无罪。四、驳回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起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停一下啊，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著名的美丽的黄山风景区。好的，现在大家在这边稍事休息一下，不要随意走动，我去给大家办票。对不起领队啊。哎，您说。我那张票不用买了。怎么了？您有什么事儿吗？我有点事儿要下山去办一下。哦，那咱这团费可是不退的。没关系，你不用退了。哎，老姜老姜，哎，五月回来不看山，黄山回来不看月，到了这里你不上山，你回到这个石猴子，你要后悔一辈子的。师傅，你看这个地址你知道怎么走吗？你进村转转吧，我在这等你。不，我不进村儿，我就是来看看这儿。10年前，有个姓张的叔侄二人，开了辆大货车，路过这儿，在那儿小卖店那儿，搭了个女的，去东江。
妈跟你说话没听到呀？给你婶子，现在已经不是你婶子了。寄一个那个无罪判决书，让他也能抬起头见人。这是什么？说个正经事儿。这两天，他给你奶奶立个碑。好。哎，你还记得十年前咱们买那个解放260，说要好好干，发家致富呢？哎呦，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开车了。隔壁民族石城的天空下，有一所特殊的校园。多少年追求的梦想，多少年拼搏与展望，憧憬世界美好和希望。师傅，对我们深信很熟啊，经常来的吧？我是头一次来，头一次啊。